Party party all night， 哦哦哦，都要大步。像奥利第一句进的时候，先你就失误了。范世奇失误太多了，后面二三四首歌全部毁了，第一段都毁了。音准就不说了，音准就很多太多余的吼叫。本场结束后，未被选择的闪光少年将被冷冻。我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会好好珍惜这次舞台的机会，争取不要被冰冻的。这任何比赛，不管有没有冷冻，都应该全力以赴啊！我觉得每一个舞台都应该当作是最后一个舞台去演。这次机会对我特别重要，我一定要向所有人展示我自己是一个唱将。其实就是让这个舞台燃炸，让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们觉得不负此行，然后大家可以记住这儿的快乐，记住这儿的兴奋，然后带走它。我很严肃，就不能耽误，就不能让步。你看他会慢一点点。说有事你不太能校准他的音，对不对？比如说别找退路，别找退路，对，别找退路。你用你说英文的位置刷它，就是集中一点。这个地方的屋呢，你把它重音放在你看，我很严肃，这不能耽误。那个呜的那个力量持续一点点，就是把那个这个字头唱出来就好听很多。耽误 ，yes， 耽误 ，OK 吧 ，OK， 就这个地方啊，就收的时候你稍微脆一点点，对，就不要拖，对，你那个哒哒就出来了，耽误 ，yes， 耽误 ，OK。两位哥哥都很照顾我，博彦老师还给我专门上了一个声乐小课堂，然后范世奇老师也是给了我很多舞台上的小建议，感觉可以向大家都去学习，所以就是还是很开心。我上台之前我很紧张，就是会不自信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韩贝全的这一段 talking 应该是反面教材，因为来音乐节看你的观众，他不是你直播间的观众，不是你短视频的观众。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当时本来想举手说，但是我觉得太多人在说了。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谁去说什么样的话。你在音乐节上每唱一首歌之前，你的 talking， 你想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情，喜欢你的人一定会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因为别人的跟你讲啊，你的 talking 怎么怎么样很尬，你就怀疑就做自己。我特别喜欢你那天说的那句话，你觉得你是最独特的那一个，你就是，你就是从直播间玩出来的，怎么了？太感人了，我那个时候，哎呦我的妈，我心都要化了。这俩人也太温暖了，妈像两个太阳。OK 啊，那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具体的这些什么，比如一些英语单词的发音连读。Yeah.就很重要。我觉得你读的挺好的，说实话。我们就按你为标准。No, I don't think so。我们必须按你为标准，我们就以你为标准。没在国外待过。你齐齐哈尔的重要吗？不重要。不重要 ，Yeah。没事，我们就学东北音乐，就整这种。Hate it, drop it, wake it tonight. Wake it tonight. Yeah。哇，真的像在读书，家人们。Feet at the door. Feet at the door. At the door.At the door, no, at the door. At the door. At the door. At the door. Yeah, of course. Left 吗 ？Left. 对啊 ，left. Left. 那就是 left. 那不是 left 呀 ？Oh, I left. Oh, I left. 飞来的刀。Oh, I left. Oh, I left. 飞来的刀。哎，这改成东北话行不行？这样好记嘛 ？All I left, 飞来的刀。All I hear.It's my heartbeat. All I hear, her. All I hear, is my heartbeat. All I hear, is my heart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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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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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完事了，他歌就这点，咱们就把状态，任何人忘了词就把状态拿出来就行，无所谓。也也是，我跟他就在旁边带气氛，因为你在中间嘛，老师你现在有耳返吗？都给你拿到那边。OK， 我主管唱，气氛这块你俩很强，有经验。对，我们就气氛就好了，你就专注在唱，然后和帅就好了。我们只是让他在他该展现的时候去更多的去体现他的好，团队协作很重要。能遇上这俩好队友，我就感觉我的人生就充满了希望。我们在一起一定能做出来好的舞台。派对动物这首歌，我自己今天觉得这个舞台的表演其实是不够的。
像奥利，你在第一句进的时候，其实你就失误了。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哦哦哦！范世琦失误太多了，都要大步。博远，其实你在这里面是唱的比较好的部分啊，但是你在他们最前面那个压压部分，它是有个高八度在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博远，你在那部分你有没有唱那个部分？我应该拉麦了。我的问题。所以整个演唱它比较凌乱，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你们熟悉度不够的部分，有一点自责，因为我有一些失误嘛，唱歌都没调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太想嗨了，觉得开场咱们就都得嗨，就是太想跟观众一样玩起来，站起来蹦起来，导致就是自己连最基本的歌曲都没有唱好。那我想问，你会传播范世琦走调吗？气氛这个东西见仁见智，但演出的水准那是客观的，如果主唱唱跑调了，大家都会发现的，你不能够用气氛第一去作为借口。我不会传播走调，因为我觉得这是音综的判断，音乐节不是这么来判断的，因为乐迷他不会这样去分析的，我觉得还是看整体的舞台的表现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故就是匆匆摔了一跤的那种传播吧。对啊，我觉得第一组的开场其实蛮好的，但是好是好在这个音乐本身，音乐本身非常适合开场，但是今天就是我们明明期待的博远的稳定度在今天竟然消失了。就昨天你基本上是我认为整场唱功最好最稳的一个，但今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心中认知的开场可能就要造，经验久了你就知道上场的第一首歌是需要最沉的，它必须稳定。有些人造了后面二三四首歌全部毁了，第一段都毁了。音准就不说了，音准就很多太多余的吼叫 party party、完全失控了，它就好像我昨天说的肾上腺素已经爆棚了，但是过多了之后它就是失控，失控就是一个不理想的演出。对，这是经验。好，第二组 OK 老师请。延琪跟佩璇跟 ICE 这一组，我觉得表演很完整，然后 ICE 是一个有人搭起来会特别好的一个歌手，就你跟很多的合作者你们会有经常都有一加一或一加几大大于几的感觉。那佩璇，我觉得你这次很专注在演唱 ，yes， 然后你的演唱包括你的音色，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之前的时候可能我对你有些苛刻，但是我觉得你能用表演去回击，我觉得很棒。ICE 延琪和佩璇这一组今天比较出色的其实是佩璇，今天整个的其实更突出了你，然后所以我对你的印象还挺深刻的。我觉得第二轮下来，尽管大家说啊，你今天的舞台让我觉得比起昨天来讲怎么怎么样呢 ？Yo，stop， 他其实还有更多未知的好的东西，我能感受到。不要用很短暂的眼光去着急给一个人去下定论。对，那我觉得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很好的舞台，让大家展示看到他魅力的那一面。唱得好，我觉得其实我很开心，他们三个人非常的有互相成就的那种感觉，三个人配合得很好，因为他们上台之前他们真的很紧张，然后 ICE 跟延琪他们两个背不下来词，但是听不出，虽然有失误但是听不出，确实是有失误，而且我还 freestyle 了两句，然后还有一个点，还有一点小紧张，什么不是在找客观借口啊，是刚才跟他们也在分享，下次希望不要再让我到那个台子上面去了，这上面好晃呀，我好害怕呀。还有恐高症，我恐高，我彩排的时候我就说我很恐高，然后他说佩璇说没事，你恐高我扶着你，然后我在上面我也动也不敢动，然后我又紧张啊，对对对，但下来就好了，下来我整个人就一下子就放松了，就野了，就嗨起来了。那第二组我讲这句话可能早了，但我必须说，你们今天的表演
是整场我觉得最优的。有点不相信了。就是你们。谢谢。Ice 昨天就像个老兵一样的表演，就是稳如泰山，稳到不行。你觉得这个人根本就在上班，上班打了卡，然后下班打了卡就走了，就很轻松。今天为什么他有这个能量？是因为太紧张了，他的词背不起来，所以导致他，你还看得到他眼球这样跟着字幕机在走。虽然背不起来，或者是这东西太紧张，可是这才是我们要的。我懂那个，就是，你整个，然后整个是憋住了看着那个词，你在念完之后整个人爆炸。Let's go！ 那个状态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延琦也是一样，你今天又要干那个台本，你们两个今天都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压力让他们今天的表演非常非常的震撼。再来我讲一下佩璇，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非常非常，我本来想把今天最优秀的个人 MVP 就是想直接给 A 卡是吧，就是昨天的 A 卡，全场我认为今天你表现最好。我的妈呀，真的不敢相信，就大家都很喜欢我，尤其是肖老师点评我的时候，他说那句话我能看出来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一直在被质疑，一直在被质疑，质疑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真的得到了一名业内大家都知道的歌手，我得到了他的肯定，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已经晋级了，我已经晋升了，我是歌手韩佩璇，彻彻底底的歌手。今天这个组合其实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一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今天超棒，今天超棒，谢谢。所以我的选择呢就是第二组。你不觉得很离谱吗？那行，那我也出。但是他今天全都忘词儿。哥们儿，这就是 live， 这就是。那我问你，我龙里面是那样子对吧？不是，那不也还不是？我就跟你说个最直白的，昨天龙里电视你看了吗？嗯。你说龙里电视前面几句歌词唱的啥？要的是情绪，要的是能量，像你今天就是能量就是出来，大家就是感觉到了。我当然能唱对是最好的，我们是时间太紧了嘛。OK。